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之开心今日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复活节守夜礼里面旧篇读经的意思。写除无忌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甘心情愿接受十字架这么痛苦的刑罚，所以我们都要悔改归依，透过克己、守斋、善工、爱德工作，作为我们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一个表现，为我们自己和为其他人的得救呢，是好好地准备庆祝复活节。所以四旬期的目的呢，是为了庆祝复活节，而圣周就是复活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星期。咁喺聖週裏邊嘅逾越節三日慶典咧，就更加係成個聖週嘅高峰。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解釋嘅，正正係呢三日慶典裏邊最後嘅一日，復活守夜禮中嘅舊篇讀經。天主教會點解要喺呢一夜選擇呢啲讀經？到底呢啲讀經同當晚要舉行的聖人入門聖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這個教會傳統已經是有很久的歷史，教會在復活守夜的禮儀為慕道者領洗，第三世紀呢，我們已經開始在羅馬出現，去到第四世紀就已經在整個西方盛行的。凡列的禮儀憲章第七號列出主耶穌基督在不同的情況之下的幾種臨在。首先他是會臨在他的聖事裏面，然後呢在誦讀天主聖言的時候呢，他都會在聖言裏面臨在，還有如果有人是聚集在一起以教會的名義祈禱呢，他都在這個是祈禱的聚會裏面。而復活守夜的禮儀裏面的聖道禮，正正是教會對於教導他的子民的一個是好的例子。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復活節的守夜的禮儀的讀經呢，是完全用一個是對話的方式，是要提醒大家參加禮儀的時候要意識到是主耶穌基督在這個禮儀聚會裏面跟他的子民的對話。我們都知道剛剛說過，在復活節守夜的禮儀裏面，教會會為他的後世者，即是那些經過了慕道過程，是教會是評核過是合格可以做教會的人去服侍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呢，過了今晚呢，這些後世者就會變成教友做教會的仔女，所以教會是很希望呢，在他們成為教友之前最後一次好好地用天主的話來到教訓吩咐他們。那這個都是為什麼復活節守夜呢會有這麼多篇聖經的個原因來的。就在當晚的讀經呢，還有呢，就不只是只是一個教導粉悔教育的層面，還有一個是很重要的思想，剛才都剛提過，是要告訴所有參加聚會的人，包括後世者聽，在這一晚的聚會裡面是主耶穌自己親自來到我們中間跟我們說話。在當晚禮裡面點燃的那個巴斯掛蠟燭，就是一個是很明顯的記號，因為耶穌基督自開始就被教會是教導我們呢，他是照耀普世的真光。而該晚的聖經選讀的編排呢，是有九篇，前面那七篇呢是選自舊約，後面那兩篇是新約，一篇是中途書信，一篇一起福音。在這九篇讀經裏面，
最緊要的一篇咧，就係第三篇過海。咁我哋而家咧就暫時咧係唔講佢住，我哋會跟住次序一篇篇咧咁去同大家分享同埋分析。咁去到第三篇嗰陣時咧，呢個希伯倫過紅海嘅嗰個事件咧，我哋就會再同大家係講下嘅。第一篇讀經咧係選自創世紀嘅第一章第一節起，去到第二章第二節。咁如果係對聖經比較熟啲，會勤力查經嘅朋友咧，咁就會即刻記得咧，呢個係講天主嘅創造嚇。咁呢一篇讀經嘅選擇咧，教會係希望透過呢個禮儀行動。啊，我呢度都提一提各位，聖經如果我哋自己讀喺屋企個人讀，當然好有益處啦嚇。甚至是做聖經分享小團體讀咧，都是很好的，但是同在禮儀裏面的讀經咧，係完全不同的。因為在禮儀裏面的讀經咧，係透過禮儀裏面舉行的聖事或者禮儀行動，天主在那篇讀經講的話或者做的行動咧，係會在呢一刻讀經的呢一刻成為事實。咁呢個咧，我哋要就記住啦。如果唔係咧，唔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呢九篇讀經喺今晚禮裏邊咧，只會令人覺得沉悶，就唔會個人有啲咩，唔會俾人覺得有啲咩特別嘅意思嘅嚇。好，咁啊呢個天主嘅創造嗰個敘述咧，係講天主點喺六日裏邊將混沌嘅水分開啊，有穹蒼啊，有天啊，有地啊咁。又將地的大水咧係聚集埋一齊成為海啦，跟住咧陸地嗰度咧又會開始種植一啲青草啦、樹木啦、果子啦、蔬菜啦咁，然之後又會喺海裏邊又會做咗海裏邊嗰啲生物啦，地上有野獸啊咁，跟住天空又有啲飛鳥，然之後咧最後就天主做咗人，就係做咗一男。然後又將呢個佢所做嘅呢一個受造界嘅所有嘅嘢，從天上、地上到海中，都係交俾人去照管。要聽清楚喎，交俾佢照管就唔係俾佢主人啊，所以佢係要幫天主去看管、愛護，係用呢個天啊、地啊、海啊裏邊。能夠提供的所有他可以找到的東西去養活他的生命的，在這方面我們要注意了。譬如現在我們很喜歡說什麼環保意識啊，那些其實第一章創世紀天主已經教得我們很清楚的。好，就在這個讀經裡面是講創造啦，到底呢就有一些什麼的特別意思咧，係咪淨係俾我哋聽下天主點樣創造咁簡單咧？其實唔係嘅。喺呢、這個復活節首夜慶祝耶穌透過佢嘅餘奧跡嚟拯救人類嘅呢一晚咧，係讀呢個創世記，教係刻意要我哋邀請我哋去面對兩種創造。第一種咧就係頭先我哋聽嘅天主。在創世之初所做的創造，包括創造我們的人，但是呢更加重要的是另外一個創造。如果你們會去看一看這篇聖經，時間關係我們沒法接讀，你會知道天主每天做完事他都會寫著天主認為好，天主做的事呢是完全好，是沒有瑕疵的。但是可惜，因為人類原祖的遺命，令到罪是入了世界，就將所有這個天主做的美好一切，包括我們自己人類的生命都毀滅了。好在天主沒有放棄我們，所以他今晚派了他的兒子來
藉住耶穌基督復活嘅真光，呢、这個世界被我哋嘅罪毀滅嘅世界，重新再次被創造。所以即係話，耶穌基督喺佢如奧跡裏邊為我哋賺取嘅呢，係一個完全重新被創造嘅世界。即係佢係透過佢嘅如奧跡，佢嘅苦難、死亡、埋葬、復活，恢復曬所有被我哋破壞咗嘅嗰個世界。咁我哋喺呢一個思想上邊咧，就保羅中途寫俾厄弗所人嘅書第一章十節咧，佢都有一句咧係幾有意思嘅。佢話：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地上的萬物總歸於元首基督。咁喺呢個兩個創造嘅行動裏面，中間都有我哋人喺度。咁啊，第一個創造裏面，大家都記得啦，亞當係犯咗罪啊，係就唔聽天主嘅話啦，犯咗違命嘅罪。咁啊，就累到咧喺佢嘅後代子孫裏面咧，就都要承受呢個原罪嘅後果啦。好在咧，喺呢個新嘅創造裏面咧，基督以佢自己嘅聽命服從，接受聖父嘅派遣，嚟到呢個世界，用佢嘅如奧跡係拯救我哋。所以係耶穌基督嘅聽命服從，同埋元祖父母嘅遺命咧，就啱啱係成為係一個對比。咁我哋如果係願意接受基督嘅話，我哋就可以咧係喺佢嘅幫助之下，藉住參與佢嘅如奧跡，透過聖洗聖事，我哋會成為一個新嘅受造物。所以點解保羅中途喺哥羅新人書三章十節講咗一句，我諗個個都識㗎啦嚇。如果係會係好乖咁定期參加彌撒，就一定聽過呢一句經文嚇。佢話所有因聖洗而歸依基督嘅人咧，係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即是照創造者的肖像而更新。因為第一個創造裏邊，天主以佢嘅肖像做咗我哋，但我哋將呢個肖像毀壞咗。咁第二個亞當，新亞當嚟到，透過佢嘅創造咧，我哋就成為一個新人。所以點解穿上基督啊，成為基督嘅好。咁嗰啲喺度等緊領洗嘅慕道者，佢哋透過佢哋喺之前慕道期學嘅嗰啲道理咧，咁多多少少咧，佢哋都會明白到透過聖洗聖事咧，佢哋會被天主改變。誒點樣改變法咧？係一個徹底嘅改變，係將我哋提升到做咗天主聖父嘅仔女。所以希望我哋做教友嘅要記得，聖洗聖事唔係淨係一個禮節咁簡單，佢係將我哋咧從本質上改變，成為天主嘅仔女。我哋領完洗之後，就開始咗我哋做聖人嘅第一步。當然啦，咁呢個改變咧就係未到最後圓滿嘅階段嘅。不過我哋又知道咩係總有圓滿嘅一日。咁好似係約望中途喺默示錄21:5所講嘅，係舊嘅咧一定會過去，新嘅咧就會嚟。然後咧，嗰位坐喺寶座上嘅就會宣布：看，我已更新了一切。咁我哋喺呢個第一篇讀經之後，就都會聽到係主祭咧會有一個祈禱嘅。呢個祈禱最緊要嘅意思就係要話俾我哋聽咧，呢個第二次嘅新創造喺呢一刻讀經嘅呢一刻，主祭祈禱嘅呢一刻就出現。咁所以嗰個係經文咧都好有意思。咁我都不妨咧就念一次俾大家聽。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在一切工程上显示出你奇妙的安排，求你帮助你所救赎的人都明了，在这世末我们的与接羔羊基督的牺牲所完成的救世工程，比当初的创造工程更为卓越。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以上咧就系第一篇读经创世嗰个叙述嘅一啲系分享同埋解释。咁跟住我哋就睇下第二篇读经啦。头先都讲过啦，九篇读经里边前面七篇都系嚟自旧约嘅。咁第二篇读经咧就系创世纪二十二一至十八节，系讲亚巴郎听命献子嘅嗰个系叙述嘅。相信大家亦都系对呢段经文咧系非常之熟悉噶啦。啊，就系有一日咧，天主试探亚巴郎，就对佢话：啊，你带住你嘅仔以撒格咧，就去一个咧叫做摩尼亚嘅地方。咁你要喺嗰度咧，就将佢献做全燔祭献俾。亞巴郎真的很厲害，他二話不說即刻就連柴都攞埋，阿軒全燔祭要燒噶嘛，咁啊帶住個仔，仲係要伊撒格自己孭住啲柴，咁就帶埋啲工人咁啊去。咁行下行下，伊撒格都問佢：佢阿爸嗰啲獻祭嘅嗰個祭品嗰個喺邊度啊？亞巴郎話：天主會佢會照顧啦嚇。咁去到佢真係架起一個祭壇，整好啲柴火。跟住就真係舉刀要殺伊撒格，咁終於咧天主就派啲神祭祀佢，咁就話咧佢知道佢對佢信德啦嚇，咁就叫佢捉多隻一隻羔羊咧，就羔綿羊咧就殺咗。從今晚嗰個禮儀裏邊嗰個係內容嘅角度嚟睇咧，咁就呢篇經文咧其實咧係仲有係一啲好特別嘅意思嘅嚇。我哋從亞巴郎獻子嘅呢一個敘述咧，我哋可以睇到兩件事。第一係亞巴郎對天主嘅信德啊。咁另外咧就係我哋由伊撒格呢個獨子被犧牲嘅呢一件事咧，會聯想到咧天主聖父點樣犧牲佢自己嘅獨生子，就好似伊撒格終於都唔使死，免一死。這件事實呢，我們都可以看到聖父最終都是讓他的聖子是復活的。咁對於今晚要領受聖洗的那些後世者來說，他們有什麼反省和要學習到什麼呢？最重要就是要學習對天主有一種是無條件的信德。咁當然要用一份這樣的信德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大家都知道信德是不可以用任何東西交換的，是一份禮物來的。保羅中途其實在他的書信裡面都提了不少次，在天主給人最大的禮物裡面，除了生命就是信德。所以我們是要求天主給我們信德的。那今晚這些後世者他們會領受聖洗聖事，也是一個他們最好和最難得獲得這個信德的機會。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聖神自己會親自來將這份信德給他們。在這個這麼簡單的解釋裡面，事實上呢，如果從神學角度來看呢，這一篇讀經裡面呢是帶有一個很深的聖山的福度，有聖父的計劃，有聖子的完成，還有呢都有聖神的參與，推動我們人呢去接受這份信德。就這份信德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我們從耶穌基督的身上呢就不是看得很清楚，因為耶穌基督自己是天主，他就不需要信德的。但是我們在亞巴郎身上呢就看得很清楚，只要你有這些信德，你是無論考驗遇到的是什麼
你都會過到關嘅，因為你知道天主佢最後佢會將死亡變成生命，所以係點解阿巴郎佢自開始由天主同佢立約嘅嗰刻起咧，佢已經咧係被稱為信德之父，亦都係所有一切唔止係希伯來猶太人，一切相信基督嘅人，佢都係我哋嘅信德之父，亦都為我哋立咗一個係好好嘅榜樣。咁所以咧就可以話咧，阿巴郎獻子嘅呢一段經文咧係有非常之深嘅逾越節色彩。點解啊？因為俾我哋睇到人對天主的無條件服從，甚至犧牲自己的獨生子，最終結局呢不是指向死亡，不用犧牲，在這個事件的最盡頭出現的是生命和一個民族的誕生。咁呢個民族就唔係指希伯來民族咁簡單喎，我哋都係屬於呢個民族，新約嘅子民。我講咗係逾越節色彩，係同基督嘅拯救行動有關噶嘛。咁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會理解到嗰個讀經嘅緊要。咁希望大家多啲默想翻去諗下，咁你會睇到裏邊咧嘅思想係幾深，同埋咧原來我哋都係屬於這個民族裏面一份子，在這個教育師裏面我們有一個位置在這裡。好，那不經不覺第二個都講完了，那我們去到第三篇讀經。那剛才開始講過了，第三篇讀經是整晚九篇讀經裏面最重要的一篇。那在今天的禮儀的選經那裡，一般會選第一篇創世，咁同埋一定要選呢篇嘅嚇，如果冇咗呢篇咧，就冇逾節嗰個係前夕嘅慶典嘅啦嚇。咁呢篇讀經咧就係選自出谷記14、15，去到出谷記15:1-18，好長嘅一段經文，亦都係好有趣嘅一段經文，就係講天主點樣係守護住嗰啲希伯來人離開埃及，係過紅海咧，係一夜將紅海嘅水吹乾咗，等佢哋可以咧唔濕腳咁樣走咗過去，同埋咧係唔止咁樣，仲將後嚟跟住要去追殺嗰啲希伯來嘅嗰啲埃及嘅軍隊咧，係全部咧係。係將佢係滅亡曬嘅嚇，將啲水去倒流咧，係浸死曬佢哋。咁呢篇讀經佢有啲咩最緊要嘅思想咧？其實藉住今晚呢個逾節守夜禮裏邊，要為嗰啲後世者靈洗，將佢哋係從一個係與天主為敵嘅罪人，透過聖喺聖事咧，係成為天主嘅子民。聖教會很想透過這篇讀經提醒這些要領洗的後世者，都提醒在場參加教會的禮儀，當年雅威為以色列子民所做的一切，怎樣帶他們離開埃及走過紅海，是遣滅了法老的軍隊，同一位的這位主聖父在這一刻，他也都正正是透過他派遣來為我們犧牲的真正的逾節羔羊，跟我們說話，是將這個拯救行動實現在我們身上。所以就是說，我們就是這個子民，而基督他會告訴我們聽聖經上所記載雅威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他今晚都會為我們做，同埋他繼續會為我們做些什麼。所以我們大家會很靜地
坐喺度聽呢個聖經嘅宣讀，喺適時咧又會有啲回應嘅。我哋會做啲咩回應呢？因為嗰啲話咧會令到我哋充滿希望，亦都充滿喜樂，同埋我哋都從讀嘅經文裏邊睇到天主到底係做咗啲乜嘢咁令人驚喜嘅事，而對佢感恩。咁所以咧我哋係都會咧用歌聲啊、答唱詠咧嚟到回應佢。咁喺呢個讀完經以答唱詠回應咗之後，咁主席都係會有一段祈禱嘅經文，就係向聖父祈禱嘅。咁呢個祈禱經文亦都係好清楚咁將今晚嘅禮儀裏邊咧嘅主題咧係發揮咗出嚟，好清楚咁顯示出嚟嘅，就係天主往為以色列人做嘅嘢，佢今晚咧都會為我哋做。咁我都將個經文讀一次俾大家聽下。天主，你昔日所行的奇蹟，今日仍然閃閃生輝，正如你昔日曾以大能的右手拯救了一個被法輪迫害的民族，現在你願以再生的洗禮拯救整個人類，求你使天下萬民都能成為阿巴郎的子孫，圓滿地進入以色列選民的應許。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換句話說呢，其實在奉前夕為後世者施行的聖仔聖事，就是當年過紅海事蹟的延續。所以呢，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因為我們這位麥西亞的來臨，過去曾經發生了的事，無論是多久之前，今天在教會的禮儀是會再發生一次。於是我們大家都會意識到，其實我們都是這個救恩史裡面的一份子。當年發生在紅海的奇蹟之後，會發生在那些領受聖洗聖事的人身上。咁就啱，我都係講過啦。聖洗聖事其實咧就係過紅海呢段歷史事件嘅延續。咁當年過紅海嘅嗰一幕咧，從歷史嘅角度嚟睇咧，唔單止會喺今晚嘅聖洗聖事裏邊係再次出現，或者應該話咧，今晚聖洗聖事所帶來的那種成效是比以前過紅海的那個事件是更加真實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大家都知道舊約是新約的預象來的，給我們知道是在新約發生的事，其實在舊約裡面是已經是一早說了的，所以新約是舊約的滿全。好似當年啲希伯來過咗紅海，咁佢哋咧終究都係要死嘅嚇。咁但係如果我哋係真係相信基督，跟隨佢，領受咗聖洗聖事，我哋係永遠都唔會死嘅。啊，雖然之後我哋肉身係會同靈魂分開，但係我哋嘅生命咧係會永遠都延續進入永生。然之後咧係譬如根據靈修教宗很多十六世的教導呢，在世界終窮的時候，天主還會第三次創造我們，為我們再創造一個身體，跟他一起呢在天堂是永遠享福的。